大家好，我是500万。刚刚有个室友说拿一个石头过来切了，看见里面是什么样。今天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石头切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是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现在把镜头拉近看一下这个石头。这个黄蜡石是南渡江的海南黄南渡江的黄蜡石，然后它表面有一些飘红。但是看到了很多的裂，它两边都是有一些飘红的，打灯看的话也比较透明，红红的，非常漂亮。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切开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开切。这个石头它切出来了，外表的红是飘进去了，但是裂是很多。这要是不裂的话，那这个石头是完美了。有裂，如果没有裂的话，那个红是雕出来的作品是很漂亮的，有点玉化，但是玉化的一般也不是很好。那以后大家看到这样的石头要考虑要不要捡了，因为裂比较多，切出来是雕不了，很难雕东西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次有石头的话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